我想这是历史的一刻，我们现在复活教区总裁负责监交，也谢谢双方的诸侯代表。好了吗？好了吗？谢谢，谢谢副市长。传方复活代表请复位。 传方复活代表请就位。哎，我们等一下最后会做一个圣火交接完毕，请双方圣火队做个合影位置去就位。第一，高雄站。站。看见台湾，台湾来高雄，再次高雄站。 60几海里，我们的路程将近。收客战队部队的队伍，队伍热衷谈团运往，不遗余力。
到同正区，下午同正区传到我们云林区，再由云林区到我们的博爱码头，最后是。有没有糖？好，我们现在的诸侯也正在跟我们致意。我们现在所有在场的大家，这些致意跟我们的圣火挥挥手。还有，没关系。